阳了，不过这病毒挺够意思。最起码是你好了。没有说是俩一起，但是现在来讲，我刚好，然后我媳妇儿就那啥了，你看我的脸，看了，烧通红。我这个是变炭猪。我那个可能是干饭猪，我整完我挺能吃。我想吃锅包肉，想吃风干鸡，想吃的东西好多好多。那你这是复合猪啊，这啥都有啊，可是我吃不进去啊。咋整？再也不小小奥密克戎了。今天早上拍视频，我还说，除了嗓子不舒服，四肢像惯性，别的啥症状没有，可好了。刚说完，给你数完面条，我就太累了。就我们俩连接的贼紧密，就是我刚好。我早上还烧38度多，然后中午那段时间就好了，好了，然后我中午好了，紧接着他又开始奥密克戎其实，了。哎，也算够意思吧，最起码咱俩不用都躺着，还有人伺候我。没说那句话吗？奥密克戎大人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？奥密克戎大人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哼哼，这都是过来人经验，哼哼，绝对好使。这样吗？对，哎对。对，太累我了，难受的时候我也哼哼。哼哼，太累了。关键我现在也没好利索。你饿吗？我还行。我太饿了。可是，你说我这个复合猪哈，又有哭猪，又有各种猪。你说我要是一个干饭猪吧，那能让我吃进去饭也行。太馋了，我是馋猪。我是烧了。我是扛了1天半，将近2天，看看你能不能扛。这阵儿也别出门了，就这么着吧。我现在连下床都费劲，还出门儿，唉，我要是有个小轮椅就好了，我就开着轮椅去厕所。行。39度了，你快给我来个退烧药吧！我身体里的白细胞已经杀疯了，它不认我这个主人了，它想连我都端了它。我赶紧去打针。来个退烧药。我这么不爱吃药的人都要主动吃药了，小小奥密克戎放过我吧！神仙水，神仙水，吃完就退烧，吃完就变好。啊，我吃不下去，太难吃了，太难闻了。一口粥了，完事儿了。快点儿，要不然我带你去打针。不要，喝药。再换一块，再换一块。小小奥密克戎大人呐，我都吃退烧药了，我都不用我的细胞攻击你，你也别攻击我了啊！咱俩稳稳当当在这儿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吃完喝完咱就回家啊！这些吃的够不够？薯片吃不吃？爱不爱吃？要不要喝点儿？喝点柠檬水呀，还是喝点啥呀？不行，我家还有水果，也给你买点吧。还有鸡爪子，还有这个蛋，鸡蛋，咱吃完咱就走吧啊！咱俩就和平相处，吃完你就走，想吃啥咱都有啊。我算看明白你这是啥猪了，啥主？你这叫自然自语猪。他放过我吧，我给你看一下我就特意把我的表找出来，因为早晨心慌，能看1分钟前的心率141，现在135，他又再在我身体里面待哈，我这个心脏都要受不了了。快，好好说好商量的，就让他走就得了。